公司没人的时候，你老板有多大胆？好，我知道，你先去吧。哎呀，你一会儿又被撞见了。撞见又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腻了？我没有啊。那你轻跳。不行不行，要开会了，要开会了。就在我刚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，吓我一跳！你干嘛呀、啊，这韩总？哎，我刚上完厕所，还没洗手呢。哎，韩总该开会了呀。不行，差点意思。差点什么？哎，这么多人呢，而且会议室都看着多不好呀。哼，这跟你说的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。大家认真做好会议记录，出错了别怪我罚款。哎呀。